疯狂赛车手来了。有没有系好安全带？变变了，差点骑出阿公。变变，我没有踩油门啊！没关系，不用踩，我帮你喷。有没有很紧张？没有哈。我是林林。妈妈下车，我准备在录影了。没有按到啊。妹妹，今天在做什么？骑到自行车。第几次来了？第二次。有没有很高兴？今天跟谁坐？爸爸。爸爸，对不对？你踩得到吗？踩得到，厉害！踩不到，踩不到，那你脚放着就可以了。上次妈妈有帮你调到最前面吗？有，好。来，前面的走喽，然后就换我们了。来，手刹车放掉。来，刹车。全程用这个刹车。好。不要撞到前面的，不要停下来拍照，慢慢骑，不要停下来拍照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这么轻松啊！现在可以转，对啊，你踩得到呀、啊！要撞到前面的了。你看右边有没有什么？右边是什么？有看到那个妈妈他们那台吗？还没有看到啊，还没有看到。看毛病。这是什么大象吗？对。好有。然后那是草莓。草莓啊，人怎么给它番茄？好像番茄。然后这是豆腐。豆腐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糯米肠。对。怎么会有糯米肠啊？还是什么水果的吧？再偷看一下妈妈他们有没有来，但是没有看到妈妈他们呢。啊？应该是马铃薯吧。是啊。而且看起来它圆圆的。对啊，马铃薯或许有可能吧，它颜色是灰色的。
咱们小猫要唱首歌，要不要？不要。你好。啊，还是不要骑第一台比较好。骑后面的都可以慢慢骑。太慢了，哈哈。姐姐，他还没追上来。他还没追上来，对啊。不晓得为什么。还是他们在我们的很远地方，然后他们应该还看得见我们的射手。有可能吧。他旁边有人啊、哦，右边。还顺便要看到妈妈看车子了。我怎么搁在后面呢？对呀、啊。那个走不要的是实车，有些会骑慢，有些会骑快啊。然后中间就会靠很多位置。对呀、啊，就慢慢骑好像比较轻松哎。跟姐姐骑太快了，跟小猫咪骑最棒最好，好轻松啊！这样不然能拍得到我们骑脚踏车的画面啊，镜头太那个。等下可以开始就可以看到海了哦。今天天气有没有很好？大家想吃什么？吃东西。对啊。看掉妈妈有没有开吗？还是再去吃和桥屋？爸爸这台怎么一直关的？没有。妈妈看应该追上来了。我看到黄色那个后面有一台车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没看到哎、欸，好像还很远呢、欸。后面对啊，妈妈看的是在后面。哇，这边已经开始看到海了。啊，听到小胡的声音了，姐姐的声音了。用888回应，对不对？对。再见。姐姐说你好慢哦，哈哈，你再扒回去。来拍姐姐他们好了，好，这边风景不错，我们来拍风景。姐姐怎么一直在叫啊？没，你看这个海边有没有很漂亮？我们这条是蓝色、绿色的点点。对啊。撞在一起，是不是？连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摸尾巴。可以摸尾巴。
好像不错，我们去摸前面尾巴吗？姐姐看过来会不会摸到我们的尾巴哈？我们是河豚，有各种各样的河豚都在铁道上走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等一下进隧道了。Yeah. 隧道里面会有什么呢？一只鞋子啊。对啊。嗯，我真的很想看一下姐姐他们到底在哪里啊，只是看不到我们的车尾灯啊，他们姐姐他进山道啊，山道我们要先上那个大鲸鱼哦，里面有大鲸鱼是不是？对，里面有，你要找你要早点爸爸看，你跟爸爸讲在哪里，爸爸就骑快一点，我们赶快跑走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上坡了。我说的是进山洞了。我们要追上他。好啊。追上他，快点追上他。哇，前面真的有鲸鱼耶。对啊，我们要追上他。追上那只鲸鱼吗？对啊。啊？哇，这边下坡。哇，在我们头上有一只，有没有？头上这只。耶，我们要准备烧尸了。我们在它肚子底下。要骑快点吗？这边转弯，骑快点哈。转弯好难骑，我们骑快一点把它渡过去。姐姐听到姐姐声音了，我的戒指掉了，你的什么戒指啊？刚刚那是找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去帮你买个新的。人没有看到小胡他们啊，只听得到声音而已，对不对？听到姐姐声音进站了，姐姐一直在后面叫你啊。妹妹好玩吗？好玩。你在隧道有看到什么吗？
你有看到鲸鱼吗？有。有看到。阿布为什么停了？再往前一点哦。好，不要踩了哦。坐着坐着等。好。好，可以从这边下车。不要按，不要按，不要按。我昨天还充好电了。好乖，好乖。那你帮我把手机那个播放器帮我按暂停，不要让它放。看到，怎么没电？你们速度怎么那么慢呢？没电。没电就没动。是啊。那我前面也都卡住了、啊。然后想说你们应该在我后面。不要自己下车哦！稍等一下，我坐着等一下。你在屋顶就帮我拿好哈。可以的，从这边下车谢。他会把这玻璃朝这边这里。等那边才是这样，等一下。我刚下桥。里面都有厕所。好，谢谢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